estás sentado.阿姨连接这边，赖连接到这边。哈，你在干啥？上班前到好晚，这时候得嘟嘟嘴 Q 不行，太肥了。你看我有 BB 了，我有 BB 之后就可以画画。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，我今天是穿制服，就学校是穿制服，那我们制服的规定一定要穿皮鞋这样。然后我到了我学校的那一站，我在走路走到一半，然后就看，因为我习惯看地板走路，我就看地板，想说，好像不太对，我穿成运动鞋了，我穿成布鞋，超好笑。我想说，该怎么办？还好隔壁同桌没有来，直接穿他的，他都丢在学校。我想问你们，三角函数有人会吗？我不会三角函数，怎么办？我真是有看没有懂，谢谢追踪，我就是忘记，谢谢朱莉恩，说说看，好，他是这样子的，等一下，嗨，大家，等我。你们需要附图吗？还是我等一下用画就好了？因为我其实在上面乱画东西，所以你们应该看不懂我在画什么。他说：“小杰在地面侧的一电塔塔顶的仰角为45度，他向前进6公尺后，在侧。”的电塔塔顶的仰角为60度，是求塔电塔的高度。你在行，然后我看不懂什么 cos 什么东西的，也不是说看不懂，反正我就是写错的。但是我答案是写对的，但是我算是写错的，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这个正负号到底哪里有差。我弄成笔记给你们看，等一下。我应该要镜像。还是用画的好了。算了，用画的。我来画一个塔，绿色的塔，塔，画一个 A 就好了，但是不会画画。然后呢，再画它的角度。大概就是这样，然后这边是6，这边是45，这是60。等一下，翻成镜面给你们看。这是自己写的自己课本写的，所以我就来问问大家，因为我自己算不出来。就是这样，
然后要求蓝色这一条的高度。没有啊，我没有换，因为我昨天没有上课，我昨天有事没有去上课，然后就看不懂。反正我知道这边，等一下换个颜色，我知道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是，反正这个这个蓝色是 H 嘛，然后这边是根号三分之 H， 然后我就不会算了，我就算不出来了。我手上怎么粉粉的？解连力？什么解连力？妈，救我！妈咪，我要死掉了。属零，零属。答案是19点多，我记得。19点多还9点多的样子，我因为这个地方不是1:1根号2吗？就想说啊，这边不就会等于这边吗？就是45度不是1:1根号2，对吧？所以这边加起来就会等于它，可是我觉得不知道怎么算这个地方，不知道怎么算这个地方，因为我会写成 h 等于6加根号三分之 h 这样子，哦，有点太亮，你们都看不到，把这关掉了，这样子，写的有点丑，等一下。对啊，是整条，是整条，我知道，就是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哎呦，好歪哦，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是1:1啊，所以他们两个会是一样长啊，就是橘色这一条跟蓝色这条一定会一样长，因为这边是45度，45度跟90度啊，不是吗？啊，我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算 h 等于6加根号三分之 h， 9.19，我记得是9点多的样子，19还是9的样子。h 分之 h 加根号三，为什么是 h？ 为什么是 h 分之 h？ 好难哦！大家直接来进来帮我算数学。完全不懂，没有关系，我看不懂。
先看右边三角，再看整体大的，没有关系，大家帮不上忙没有关系。右边三角的话就会变成，突然脑袋有点打结，我还画错地方。等一下，是这个地方是根号区，H 减三分之根号 H 等于六。根号三分之 h 等于六 ，h 减根号三分之 h 等于六，然后嘞，同乘以根号三。先找右边三角形的底，我找完啦。你们这样看得到吗？还是看不到？我要指我有遇到、啊，然后看大的，大的 tangent 这边跟这边啊，就是这两个加起来，这两个加起来跟这个会一样，不是吗？主要是我为什么会算不出来，明就相等的东西，但是我算不出来，救命，大家救命。用 tangent 60度等于，为什么？好难啊！等一下，tangent 60度等于根号三分之 h 分之 h， 有公式吧？没有呢，因为我前一天没去上课，我昨天没有去上课，所以我完全听不懂。学很好，很好学习啊。我前面都还可以自己写，到这边我就不行了。但是因为我在上面乱画了，所以大家不要注意看。等一下，我只要一小块，不要这么样子。等等，那个30度不要管，那是我自己乱画，我以为可以这样解，但是其实不行。突然有点想睡觉，是不是因为上数学课的关系？六加根号三分之六等于 h， 为什么？我都会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写。两边一样，
什么可以写成根号三分之六啊？我每次问这些问题呢，老师会把我被我搞得很烦。这样子可以吗？垂直的话，对啊，它是等腰三角形没有错，两边一样。比例问题，怎么难呢？看不懂，六加根号三分之一，要用我用写的我就看到六，哎，按错了。六加根号三分之 h 等于 h 等于小于。等于箭头吗？这是箭头吧？箭头，因为我姐说要帮我解，结果她不见了。我姐直接消失不见，什么意思？姐姐说好的要救我呢。等于，哦，变成六等于一减根号三分之一乘上 h。水变成 h 等于一分之六减 根号三分之一，让我理解一下，我很需要理解。EAA 不是呢，答案是九还是十九的样子，好痛苦。主要是我都看不懂，妈妈，我妈就真的快哭出来，真的要哭出来。而且我是那种得不到解答会很痛苦的人，所以我现在真的超痛苦的。我知道是箭头。这。必须翻我姐，到底要不要救我？我真的超痛苦。借我一下，我在算数学。你不要把我的笔盖用不见。不会啦，笔盖在这儿。等我一下。乘三根号三就好了。哇，我的
聊天记录直接不见了，因为这边挖一洞，挖一把这边重置了，所以我需要一点时间让它跑。说要从可以三根号三，哦，怎么好像有点出来了？不对啊，根号不可以跟没有根号的一起，欸不对哦，妈妈我真的不会算，妈妈我是废物，我知道啊，可是这样子前面不就也会变根号三，根号三 H 减三根号三吗？这样子要怎么算得完？然后再乘三，分母就不见了。所以三根号三 H 减 H 等于十八根号三。14.196，可是我怎么翻后面答案有九啊？是九开头，还是我记错？可能搞不好真的是14.196，真的是九。可以读别科吗？我只有数学有问题，我其他好像没什么问题，因为我其他科看答案就好了。哇，天哪！啊，我姐嘞？读取中，我的讯息还在读取，好痛苦哦！来听歌，我们先听歌。你刚来也想一起算，真的假的？竟然那么多人想要算三角函数啊！给你们看图案，应该会比较容易懂。对，图案的话应该要放大。本来要算这高塔的高度，但是那个我多画的一个角，你们应该看出来，这个角是我多画的，这个不要理它。反正这边是45，这边会跟高塔一样长。可是我就是不会算这个地方，我超懒。答案是头梯。
可以，是可以没有根号的跟有根号的一起剪哦。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件事情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我怎么记得好像没有根号跟有根号的是不可以一起剪的。14.19，直接来呼叫我姐了。到底人跑去哪吃个火锅可以吃到现在？笨死了，笨笨的。你当成未知数了。下载东西，播音乐的。Yes, we I like it. Yes, we I like it.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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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毕氏定理等式。根号三等于1.732嘛，是可以啊，只是这样子不好算。答案三嘛，不是，有一个九字。Y 的耳机连到我的平板，先把蓝牙关掉。原来啊，你头天能理解吗？啊，我按掉了。这是第一次觉得我很有气质哎，那么认真在算数学的部分。哦，对耶。是 H 减六哎，课本教的太麻烦了吧？所以一 等一下，34。你要抢，那我播音乐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是，我又按错了。
这样子，随便画随便画。tangent 三十，我姐说等她一下，我们来看看聪明人，我姐这个聪明人怎么写的。但是这边是 h， 这边是 h 减六，所以是h 分之 h 减六。大家我要冥想，我没有带课本回来，为什么变数学太头痛，我也头很痛，但是就是因为我算不出答案，所以我更头痛，我一定要知道答案我才会停下来。你知道我算到放学之后，放学之后的15分钟我都在算这题，是不是很用功？那 H 一减60度等于6。题目是什么？直接这样子好不好，放大一点，不要看我多画的角度，那个是错的。反正这边是 H， 然后这边是高度，歪掉，等一下，只是因为没有办法同乘同一个，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它比较好。欢迎 JQ， 要算 H， 对，要算 H。可是他们刚刚算出来这边可以用 H 减六 ，H 减六吗？六减 H， H 减六，六减 H。H 减六啦 ，H 减六没有错，不是六，完没有，我记得没有六，是9点多还是19点多？记得是九点多的样子。姐姐的数学交给你。哇，今天动脑大赛，穿那么好看，结果那边动脑，可是你看不清楚。反正这边是一个底线这样，然后它是橘色的，是直角三角形，等腰直角三角形，所以比例是1:1根号。好难哦，1:1根号2这样子，然后他又再画了一条中间线下来，他往前，他往前往后，向前，他往前走6公尺之后，仰角变成60度，所以变成1:3:2，这条是2。一下把 H 减，我就是一个，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算。
超笨的啊。我写了 h 减根号三分之 h 等于六，然后同乘，不是说同乘根号三可以把分母变成三吗？啊，同乘了根号三之后又再乘以三，就变成三根号三 h 减 h 等于十八分之三，哎，十八根号三。可以看完整的十分之叙述吗？可以，我用念的，因为你们可能看不清楚。小杰在地面测得一电塔塔顶的仰角为45度，他向电塔前进6公尺，还是我用打字的好了，比较清楚。嗯，在地面测的塔顶仰角为45，哎呀，答案46。向前6公尺，仰角为40，我简化了，可以告诉小姐，没有那么无聊。x， 哎呦对 ，x 加六等于根号三 x 吗？等下我用你的写法 ，h 加六等于哦，也是可以反过来这样写吗？sin30等于0.5，为什么等于0.5？啊，大家再会，真的觉得我这次期中考完蛋了。然后测也可以算一下，是9点多。9+3刚好算。9+3根号3的话，就会变成12点多，但是不是12点多，没什么需要背，我没有背到哎、欸。我觉得数学太多。让我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事实的话，我就会背不起来。答案是多少啊？9点多的样子。1比根号3，我知道啊，1比根号3比2啊。不确认一下答案，我没有带回来，然后只看了一下，然后就下楼降棋了。然后我也忘记再看一眼，我就只拍了题目就回来了。
不然有什么地方可以找答案吗？我姐是在算啊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分。我姐写十分钟欸。应该记错了。我很确定有九这个数字，有九这个数字就对了。笑笑刚刚算是的是对的。哇，大家明天来公布答案。你解了解那么久，是底部长度，根号三乘以 x 是大高。你说六加 h 是底部长度。哦，你就把这边，你把底部当作，我懂你的意思。你把这边直接做成 H， 就是把下面变成 H， 然后这边变成，哎呦，好痛，这边变成根号三分之 H， 哎，根号三 H， 这样子吗？你的算法是这样，紫色的。看一下再说。啊，比较痒。现在在很努力的看是怎么一回事。那那个一减根号三分之一到底怎么减啊？要怎么减？我们老师要把它算成换成小数，不可以不可以用根号。啊，我姐又不见了。一减根号分之一。我就会变成根号三分之根号三，再减根号三分之一嘛，一点七。我们要背啊，老师说要。这题也卡太久了。好啊，不要让大家动脑了，我自己动脑就好了，好累哦。我刚刚在拍照，就这样穿这个这件还蛮好看，就拿来拍照。14.196，物理很多类似。我明天，也不是明天了。用户名不是鲑鱼。
姐。这是密密麻麻哎，解出来吗？还没有啊，我解不见了。我在确认大家的答案到底是哪一个。写作业，它不是作业，它只是课堂练习，但是就打钟下课了。但我还是想要知道答案是什么。其实不知道解什么，没关系，把它卡在后面计算。对，我前面都会写，但是后面全部都不会写，就不知道该怎么算。H 等于六，大家再见。其实我上课有，我只要上数学课，我可能就会变成最吵的那一个，因为我觉得说老师为什么，我就边喊来喊去这样。然后老师，我们今天大家在写某一题的时候，可能好像在写第三题还是第四题吧。然后因为我前面不是上一节课没有上到嘛，然后我就去问，我就老师走过来的时候，我就直接问前一题到底怎么写，然后老师就这样讲，讲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写。A 平方跟 B 平方，从国小的，感谢你们，太感动了。我觉得是我的理解能力真的有问题。对啊，不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写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写。老师叫我去问身边的同学啊，我坐最后一排的，反正我是坐最后一个，我不是坐最后一排，反正我是坐第二排的最后一个，然后旁边全部都是笨蛋，我就直接跟老师说，老师我要问谁，然后他们全部都看过来，然后说你们会吗？然后全部都转头了。公布的答案，我明天会有直播，我明天就直接公布确认的答案，因为数学课本后面就是答案啊。我解不解？你等我解啊！老师，你想下班哈？不是，我不是失礼，我是很诚实。我是说，老师，我旁边有人可以问吗？因为全部都是来问我的，不会是我问他们。我在教我旁边那个人为什么要怎么算 sin 啊 cos 啊什么的怎么算，然后就说就上跟就是左边跟下面，然后左边跟右边，他听不懂。我就说你再听不懂的话，我真的没办法了。搞不好有机会跟你们一样。直接解放在 DC 也是可以啦，大家一起动脑的概念。哪一家哦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呢，我根本不在乎我到底用哪一家。但是，是长这样子的，浅蓝色的。
外表是深蓝色。超群吗？我也不知道。画刮胡，现在开始我已经很多东西都不懂到底为什么可以这样写。还是我太吹毛求疵啊，还是我就直接照背就好了，照背可能就比较不会有问题，对吗？你们觉得？我还一说这是消耗品，笔头是消耗品，然后就把它贴起来了，用纸胶带贴起来，不行啊，理解吧，要找你们讨论。传染了，我姐传染了。再来看一下东西。这是什么？他也是用 X。记得答案对吗？他写了根号三减一分之六，所以意思是我要再算回来的概念。我想一下，所以是三加一，对不对？三加一吗？还是三减一？差了平方。和平方，平方差，平方差，所以三减一，所以是二六根号三加，所以是二三根号三加一，我姐偷懒。把 X 代入六加 X。
我第一次对数学感到那么困难哎、欸！你知道我是一个理解能力其实算是蛮强的人，但是我竟然会卡在这种地方。我懂了，应该懂了吧？等一下，我跳回去算算看。我先把它全部擦掉，全部。任豪说：“你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，竟然让我妈生气呢？”我来写一下，在啊，我懂了，我终于懂了。对他很抱歉，为什么啦？头顶风光，这个已经习惯了吧？这个比较习惯。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在很难理解中学会，你就会觉得超有成就感，超级非常有成就感。尤其是三角函数，我光是听到三角函数这几个字，我就已经不想面对了。太伤了，头发都不见了，真的头发都不见了。哦，我终于懂了啦！哦，放下心结，人家放下我，把我放下心结。角色度拖到爆，感染给安安，不行，那个放弃久了真的是没有办法救回来的，好吗？我是因为我不放弃，我自己不想放弃自己，他是已经放飞自我了。不能怪我。写错了。放弃就还是放弃数学，我不能可以放下这些，我不能重补修啦，我们家没有那个钱让我重补修，所以我只能好好读书，虽然我平常都不去学校。
其实很少去学校，我已经被我妈警告了，不爱去学校。小孩去学校干嘛？去学校就看着那些同学自己玩得很开心啊。但我就跟大家很不合、啊，不是我在说，是真的很不合。那不会可以问你啊？你先让妈咪生气，你到底做什么啦？可以让她生气成这样？不对，我先不用把这个算出来。我今天吃冰棒，太好吃了，好好吃 ，Oreo 口味，要去融入一下，不行，我不想融入他们几个。我真的觉得，我刚我姐有一瞬间觉得她的妹妹是笨蛋。没有生气啊，好啦，似乎可以体会为什么你之前跟班上不合吗？好痛哦，我敲到还是很痛。我发现很多人会推我的原因是因为看现场的我，哎，蛮特殊的。六，哎，真的14:19，哎，也是有注意到哦。舞台魅力有人很强，真的假的？会踢的，会踢我，上抽第一次去，真的假的？你是有传给我讯息，第一次传给我讯息那个吗？虽然你朋友都推其他人，觉得你很棒，谢谢。没错，大家都能算出来，真的14:19，哎，是我真的看错了，耶、yeah ，对，点16196。好好笑、哦，我是不是第一个在直播上面算三角函数的人？要认真，加油！谢谢。眼睛厉害，超漂亮。哪有？啊、你没有传讯息给我。也有一个人，他第一次传讯息给我。你加油，真假的，好笑。
有互动。直播送出去吗？就要直播读历史，谁啊？谁也放弃了。我是觉得这个笔很好用，所以会想要拿来写数学，这样会写比较多字，比较有感，有那个感觉。日本成语会，帅耶！应该不是只有我一个，但我根本没作业啊，我没有作业这种东西，我只有舞蹈。肚子露出来，画画不是用笔吗？没有，我之前没有这个画画。如果鸭子打鸭子听雷的话，打字就很累。什么意思？幻影战士，好想放假哦，好不想上课哦。下礼拜要期中考，感觉时间过得很快。哦，只是说我听不懂，然后又用打字，请 Google。Google， 明天早上就放假了，想妈咪了。真的想妈咪了。前头好玩又廉价，对吧？有听没有懂？这我记得鸭子听雷是我国小闽南语课的东西。谢谢追踪。看一下这个，好，谢谢柠檬，大家慢慢看，好，哈哈哈哈。看不出来，我才16岁。会看会看，我当然会看。长得最不一样，怎么讲不一样？这还好看。我其实昨天剪了，然后我故意剪两遍，这两撮我故意不剪，我要留长，然后刘海就会变薄一点。妈咪叫我不要剪的，应该长这样，我也不知道，再年轻一点。
我姐说还要回来教我。我说这个假日会回来吗？因为上一个假日因为 reset 关系没有见到他，看得很清楚。平常跟弟弟玩，我以为国小很醒目，真的假的？求生欲爆棚，你是求生欲蛮高的。其实我该念榜，我到十点其实，结果都在算数学哈。谢谢田中到底往谢谢的战果，你的饭茶真的很多，还好啦，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多啦。期待下一次跟小狗互动的样子。你们就是小狗，可爱的小狗，哭了，好了，念榜哦。第二十名露露，第十九名思源，第十八名九蛋，第十七名田中豆粒王，第十六名田中豆粒王有两个账号，第十五名 Ken 的，第十四名大胸糖 Ricky， 第十三名张明丽，第十二名柠檬，第十一名刘建谷，第十名洛克，第九名游戏 Hero， 第八名幻影战士，第七名朱里恩，第六名陈，第五名 Akira， 第四名落日一笑，他头条还是我的公司。第三名万腾，第二名乖乖，第一名艾文，这是艾文。游走边缘，山上也收到了，最好是吧，录了一坨。五月公园见，你四月不行来吗？这样可以更多，太厉害了，我觉得还可以更多啦。每次在讲在自我介绍那个时候，我都不知道该不该跟你们打招呼，就是我怕打太多好像又没在听别人讲话，但是打太少又觉得好像没有跟你们互动到，就有点心里打架，你知道吗？四月准备考试，加油加油加油。跟你犯傻，我忘记，我真的忘记了，因为我会对很多地方傻，但是我都会忘记到底有没有，而且这次的灯比较亮，你们知道彩排的时候是开到 100%， 然后完全没有办法张开眼睛。我跟你们讲，不是我们要前座吗？然后前座我们不是会站在那边，然后先这样子，这样会看到安室，当然会看到啊。然后就灯就这样突然打他超亮，然后就这样唰一下，然后我说大家好，我们是，然后刚好被录下来，我觉得超好笑。我们自己会录那个自己看下来怎么样子，然后后来公演确定是 80% 而已，所以你们还没有看到最亮的样子，这是眼睛要下来，我就这样大家好我们是，然后眼睛张不开，然后我还吓到往后退了一步再赶回来。看报你的前座，请看报，你还敢不看报吗？大月星星冰都打你，把我传染的措手不及，月初六月五要喝酒真要命。侧边地方还那么黑，没有，那边因为其实是因为光的关系，光打下来会反而更看不到。你想想你被一个很亮的光这样打下来，你就会看不到前面的人，可是没有光的地方还是可以看得到，因为旁边有亮灯。期待你的字节破音，都很显眼，你长得就很显眼了，我的小宝贝。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看，好不、哦？好了，我要下播了，我要下播了。只还一些奇怪的东西吸引我。对啊，每次都会听你们很认真听你们在讲什么。每次都妈妈爱你，超好笑。看你们下一次还有什么招？还是注意到了？那么近，怎么可能不注意到？主播可以当小宝贝吗？可以问问你的，我又忘记他叫什么了。
TMSH 的。嗯，忘记了，我很抱歉。海上停，我要那个弹拖拖，棒。结果反正拖拖跟安安也是蛮像的，算了，没差了。叶子，对，哦，你可以问你的叶智恩前辈，智恩宝贝，都可以对你温柔一点吗？再说吧。好了，拜拜。十、九，哦，这个小兔好好看啊！帮我截图好吗？我们之后动作都做这个好了，我的专属动作，反正我也没东西做。啦，是蛤蟆。火箭发射套，什么火箭？啊，大家都喜欢找我做这个动作啊。一，为什么直播看到人家那么平？没有吧？雷手中的好可爱，什么好可爱？零了啦，零了，零了，零没有，我刚关掉，因为我在给你们看题目，所以我就关掉镜像了。3210，拜拜，明天见。